你覺得你今天狀態怎樣？我覺得我今天狀態其實不是很好，因為很多練習方面可以做到的動作現在今天都做不到，同埋都未發揮到我的最好。其實你 expect 你自己你最期望你跳到幾高？我希望可以 PB 或者以上，即是可能跳77位以上。咁點解你揀跳74嘅，即係唔跳繼續？因為71對手過咗啦，咁其實如果我再跳多下，如果再唔過嘅話，其實我輸好多分數啦。同埋，但係如果我有跳嘅話，其實都冇乜影響賽事，所以我諗住跳到74應該。但係你係有信心跳到？時間多啲書。咁你有咩建議俾你下邊嗰啲即係師妹啊？